睡一下，先睡一下。OK， 睡一下，先睡一下。TP 到你那边帮你按。我、哦、不，不要，不要，快好了，真的快好了。嗯，你还有二十秒。十秒，等下我要超出一点点时间，快好了，真的真的，快快快了！快好了！当然就是有这种人，每次约都说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其实还在阳光在前面，在快到了。其实刚从楼下。从家里走下来，没有，根本就还没出门呢。店家说我们再不进去就不行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你是在那个电风扇前面吗？我在骑车，快到了。对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睡。怎么按？进去吧。什么呀？什么？繁星很可爱，但是看不懂。你看什么？你看这什么猥亵物了？不是我怎么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吃东西啊？为什么都在吃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哇，什么？啥？对啊，为什么都在吃东西？真的？不是三个裸体的哲平啊？啊？什么东西鬼？这个梦好有趣哦，感觉不错啊。这个名词叫什么啊？啊啊啊！好了，我猜题很快。哦，杀了我吧！我只是名词忘记，再来看一下大家。好恐怖的游戏哦！还故意那么暗，对不对？噔，我怎么这样？我的 body 怎么在那？秋风有没有让你为之震惊？烂透了！你怎么每一个都在吃啊？每一题都盖一个嘴巴，有没有？都在吃？没有，他搞不好是要讲话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讲话，你不会有观众直接预言秋风会说的话，烂透了。他说：“秋风挂号震惊，烂透了，惊叹号。”神预言真的是神预言，神预言，绿绿绿绿绿，到底是什么？酱油，好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终于回合结束了。看看第一个人是谁？什么鬼？啊，梦到能够实现自由切换生存，梦到能够在现实，好大胆哦！自由切换就是一般生存跟观察者。GG，一般生存和观察者啊。然后梦到人家揍你，然后就把自己变观察者，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嗯，这可以吧？对，还是我梦吧，我觉得我盖的不错啊。你自己看繁星猜什么？你看繁星猜什么？有零跟三啊，我就想要从零泰山啊。从零泰山。从零，Game Mode 的零，Game Mode 的三。从零泰山。哇，好牛哦！这个牛盖的很好哎。哎，有泰山的 view。对啊。哦，至少可以有泰山，有有没有有没有？哦，有我还盖太高了，干嘛？你的泽明，哎，什么？米菲，我觉得这完全就是米菲的问题。怎样？我有自己穿裤子哎，你在干嘛？什么啊？完全不是我。而且为什么下半身还会不同？他在干出来是树干啊。你们可以解释你到底在干什么吗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这不关我的事。因为我要盖
太头，发现头太小，来不及看，因为树就这样而已，就发现来不及了，我就把手。不是你好歹也给我穿，你看一下树一点多大好不好？你看一下人家这样荡就好了、啊，你这边盖什么东西？欸、我要给裤子、欸、你连裤子都不给我穿，看一下会猜什么？我、哦、靠，脱光光的德林虫虫，不是、啊， oh. 你看这是不是三只虫？哎、欸，我不要这个猫，我要忘记这才不是有趣的猫，有趣啊！这是恶猫，这个猫比较好玩。三只虫怎么还只有一条腿啊？哎、欸，米菲到底在干嘛？德林虫爬树，好有趣的梦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受不了了，阿纪。哇，真的好深奥哦！不是，盖章是怎样啦？就是认识的人都不是了哦，哎、欸、哎有哎、欸、有对不对？认识的人不认识他，其实外星人有没有哈基在里面操控？有、嗯，你以为他是哈基？不是，他是外星人。欸、我是你会这样猜啊，秋风？对、欸、对。哎、欸、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会这样猜。是，难道会这样猜吗？被吃掉了？没有啊。你们看那是星际战警还是什么？哦，我懂我懂，你说 NIP 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狗狗里面就是这样操控啊。嗯，可恶，人都会这样猜的。青蛙星人，我好可怜哦。阿基，阿基，吃了阿基。阿基，阿基，怪兽在吃阿基。可以，可以，很像，还给个怪兽，可以。酱油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喔！哎、欸，有啊，有看侧、欸，看侧面还可以。这已经是泡泡了。侧面 OK。我看那个泡泡好像是巧克力盖反了、欸，是不是？如果是外星人操控，是里面是外星人，外面是哈记才对，盖反了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外星人假形体。有没有，我看不懂哈基的字啊，哈基的字我都看不懂啊。没有，我要讲的是，我认识的那个人一样，眼前是他，只是里面换的是外星人这样子。可以盖反了，没关系。盖反了，哈基，你今天就会梦到你被绿色恐龙吃掉。我不要、哦。是哈基啊，这字还蛮可爱的啦。可爱。啊、哈基，这晚上可爱的怪兽吃了，可以啦。下一个什么？哈基跟球草还有我是魔法师，所以在空中下一秒，小颗粒就说：“你梦也太长了吧！”你到底在梦什么啦，米菲？你这是自己想出来的吧？不是，我那醒来我就跟哈基讲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梦你，我就说你醒来就跟他讲嘛，因为在你旁边。”哎，我怎么笑？哈基特别可爱呀、啊！对啊，为什么哈基变那么可爱啊？所以你来的跟旁边的哈基讲，然后问说他们去参加我的婚礼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米菲为什么还驼背啊？然后重点是你们看，只有哈基的头很大，我跟米菲头很小。不是没时间盖，我手上拿着魔法棒，所以我就猜这样啊。你不知道跟朋友进行魔法大战，别人的头都变小。哦，把别人头变小，就是你这边啊。米菲头很小啊，看一下，米菲头很小啊。好处想，你没有驼背。哎，对，你没有驼背。那你看米菲驼背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是干嘛？哈利波特。魔法大战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头变小了，有。他完蛋了。他去箱子头。不，哈基。没错嘛，对嘛，繁星懂嘛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可以。哎呦哎，原来本来就是头就小的。原来为什么把我的头变小，是因为哈基本来就是小头。变得跟我一样吧。这一定会猜歪。你不能嫉妒我头大啊。啊？是什么？用三叉杖。三叉杖，没有这个箭头啦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看你自己就不爱啊。什么三叉杖啦？哦，我的天！三叉，
这个人有好可怕哦。那个米菲，你今晚碰到这个，你就可以跟哈基讲啊。我不要。好有趣的梦哦，你们的梦的梦好有趣哦。酱油。想到小当家把自己拿去煮拉面，什么东西鬼啊？哎呦喂，这是小当家哎、欸。自己煮拉面。对啊，自己把自己当拉面煮啊。那面呢？面呢？吃掉了。所以我说那个面呢？所以我说把自己拿去煮拉面，面呢？这只有蛋而已啊！啊哈基，你这到底什么意思？要被吃掉的长得很像，很像小当家呗。快被吃掉了、啊，你看旁边有碗吗？好多，好多的等。来，完美。巧克力盖的还不错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左手肩上这是什么？特级厨师。有，龙哎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！还不错哎、欸，那好强哦、喔！谢谢。小当家美人鱼。乱干什么？记住这个嘴巴，记住这个嘴巴。嘴巴追。小当家变。嘴巴怎样？被大嘴巴追。哇，这个嘴巴好大啊！完美，完美，哇！完美哇我一开始以为巧克力在乱盖什么东西，说，怎么完全忠实呈现啊？真的，好猛哦！自己为何是自己小当家呢？我就不知道啊，我以为这个是哈基耶。自己，所以店员那个是你哦。对啊，被怪兽吃大嘴巴，酱油小心哦，今晚你会被梦到被怪兽吃哦。不要啊，梦到自己到底什么啊？每一集影片惊喜，这一点都不有趣。没有没有，这过程很有趣。为什么是我们剪影片？酱油盖了，完美。哎、你那个剪刀还不错哦，剪影片、哦、对这个呈现啊、哦、一起剪片、yeah! 对啊，这次确实会这样拆啊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要三个人？因为那时候刚好给三颗头。完了，我懒得盖人了，我直接盖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好像哦，剪片哦，剪片软体，对啊，这剪片软体哦、oh! 啊、你看黑曜石，这感觉很像那个小房间、啊、UHC 小房间，有没有？哦、oh, 不，哦、oh, 没有，哦、oh, 不，哦没有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哦，一点都不像，没有。他手上也分那个割线出来，还用手。GG，、oh, 不，一点都不像。哦哦，惨的哦。Oh. 这什么啦？啊太简易了吧？那你用了451秒盖这个，哎、欸，我思考很久、欸、要怎么呈现 UHC，、欸、我超难猜哎、欸，花个10秒就是哈基那个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换装了，要换装。哎，不是。有玩性直接放弃耶，有 feel 哎、欸，是吗？我本来想说直接盖 UHC， 可是不能盖数字，不能盖字出来啊。原来就是在讲这个，捏角色，啊、有 feel， 有啊，蛮像纸娃娃系统，纸娃娃系统，弄到养的兔子会捡球，啊，这么巧，好厉害啊，这好有趣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们努力盖的球。这个绝对会歪掉，尖呢、欸？不是啊，你的球好尖哦。没办法，我没办法盖圆的球啊！你看，我觉得这被误会了。确实，你的球很奇怪啊。确实蛮像炸弹的、啊。完了，要变炸兔了。哇靠！这是什么？是手兔子啊？米菲，是他拿的，我要往后退啊！他经过我，我要往后退啊！我问你，这只兔子的嘴巴去哪里了？没有，他那时候还不惊讶，他还不惊讶，然后后面你看哈基猜什么啦？兔子惊讶，然后把嘴巴送出去，把嘴巴送出去，他觉得前面这是嘴巴了。对，我靠，什么？什么啦？先是后面这只有没有兔子惊讶？
然后前面的嘴巴就跑到前面。好，我觉得他自己猜的合理。你们好难懂。为什么啦？兔子在抓兔子啊！这一只兔子，怎么了？这太扯了！这是兔子变成外星人是吗？什么？舌头都伸这么长？可怕！但是这个兔子，哦，我的天，可以、啊。这我神作哎、欸！神作哪里神作？我的神天，贵州怀掉掉了，我脸颊好酸哦。结果你就梦到兔子变这样，那个兔子有点不显眼，我脸颊好酸哦，天哪！梦到太梦你又做噩梦，怎样？你全面启动梦中梦，全面启动有没有？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抱歉，我猜了灵魂比较合理吧？合理吧？不合理，因为出窍只有一个，这有两个。哦、没有、啊，就慢慢出啊，什么？没有慢慢，哪有慢慢出这种东西啊？带出。哦，酱油，酱油，很会哦。那灵魂出窍，这好像快挂了。哦，有你总都喜欢盖，让人家转一圈才看到。你棉被真的很奇怪。裸睡，裸睡，又裸睡了，裸睡跑出来了，灵魂出窍，哇、哦、哇塞，哈基这厉害，哈基太猛了吧，没问题啊，像小雨啊，梦到自己灵魂出窍啊，哎、欸、回来了、啊，好猛哦，我明明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，没有回来，我没有灵魂出窍，我只是做了一个梦，他不是灵魂出窍。后面都对，很棒，没错，可是搞错了，很完美的歪了，没了没了。